现今天好像有好多位新朋友哦。现在早晚呢温差比较大，如果各位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多加一件薄外套，注意不要感冒哦。现在我请大家全部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新的世家要成就。
来到无声座前，感谢主赐下的恩惠怜悯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恳切的呼求主，每一天我需要你。
将生命的荣耀单单归给全能的上帝。阿门。